哥虽然说是骑过马、养过马，但是还真得我就推荐给江涛老师，因为据说我们这个马场的教练校长是江涛老师的粉丝，咱们把蒋校长请上舞台。飒爽英姿啊，校长。好飒。蒋校长好。哎呀，来来来来。校长真的是江涛老师的粉丝吗？我是江涛老师的粉丝。其实，在17年前的时候有您的签名，跟您17年前，对对对对。但是这个喜欢崇拜归喜欢和崇拜啊，那您看江涛老师那个老寒腿，我感觉刚才上马都费劲，他适合养马吗？适合。其实马是非常通人性的啊，它只要你了解它的习性的话，都是比较好养马好养的啊。那蒋校长为什么开始养马了呢？怎么接触的马呢？因为马术是一项比较综合性的运动，这项运动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也比较好，因为现在的孩子哈，过度保护的偏多一些，在接触这种比较好的综合项目之后，对提高他的勇敢、自信心也是比较好的，所以就一直在做这个马术。我也希望通过这个马术，能让更多的小朋友变得更坚强，也让他们更健康吧。